生命电视台的存在，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让大众能够感受到。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觉照您的佛性般若，欢迎收看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刚才讲到感应有四种，有显感显应，很显明的身口意三业恭敬专一其行来修观世音菩萨的法门，祈求离苦得乐；而有显明的感应，菩萨现前使他这个解脱苦难离苦得乐，显感很显明的感感动了菩萨啊，众生为能感，菩萨为能应，而菩萨就很显明的显现，使他离苦得乐，是显感显应。有显感明应啊，很至诚的祈求修持，可是感应啊没有那么显明的感觉，冥冥中会有感应，那就叫做显感而明应。有一种是第三，敏感显应，他的修持的功夫啊，在冥冥中自己在内心用功，外表没有表现，看不出他的修法啊，冥冥中的感动菩萨，可是这个感应很显明，叫做显应啊。这个情况啊，好像古代有一位禅师，他在山上修禅啊，有两只老虎啊给他做侍者啊，那么这个老虎做侍者就在他的前面维护着他啊，而这个老虎本来很凶的，可是在他的手里很是柔和很慈善啊。有客来了啊，说哎，大空小空，你到后边去，他就到后边去，不会影响到这个来客啊。他这个两只老虎就是大空小空啊。那么有人发现这种情况啊，就问他：“哎，老禅师啊，你是怎么用功的？这么大的感应呢？啊，老虎都做你的侍者呀？”他答复一句话：“三生常念观世音。”我内心经常就念观世音菩萨啊，我没有别的，三生常念观世音，冥冥中会有这种感应。那么这就是叫做敏感显应啊。哦，你要不要老虎做侍者呀？我这个台湾没有老虎就是了啊。敏感敏应啊，冥冥中你在内心祈求，可是冥冥中有感应，你自己不知道啊。有人问我，他的家里是多宗教的国家，他自己信佛，他的太太是天主教，他的儿子基督教，那么什么教都有了啊，他是家庭是个教的总和，那么他自己修也学佛吧，学佛他因为家里有其他的宗教啊，不方便点香啊，也不方便供菩萨，他就问我，我没供菩萨这样可以吗？我说没关系，菩萨无处不变，无处不是啊，你只要至诚恳切就行了。那我没点香，哎，没点香可以吗？没关系，菩萨不是要闻香才能感应啊，你就是心想好了，至诚恳切，内心用功就是一样的啊。你一坐下来想着前面有菩萨啊，那心里至诚恭敬，这就是心想啊，
这样子修行就可以，不一定要点香。那么像这种多宗教的这个环境啊，你叫他一定要照我们这种情况也要供菩萨像，也要点香，恐怕都要被人丢掉啊。那种我那经常家里要造反了啊，那今天要闹乱了，那不得了啊，那不能安宁。所以碰到这种情况，哎，不用点香，也不用供菩萨，哎哎，你就是这样随便用功啊。那么菩萨就在你面前，你到哪里菩萨就到哪里，一样的啊。他也有不可思议的感应，感应都是不知道的啊。那么这种不知道的感应啊，冥冥中有感应，那就是叫做敏感敏应啊啊。那么菩萨并没有现前，可是你当时离苦得乐，哦，那就是感应。我记得有，我不敢说这是我自己有什么修持有什么感应了啊，实际上那个时候也没修持。光复那一年我十八岁啊，有一次啊，就是大概是十一月吧，农历的十一月了啊，八月底光复嘛啊，大概是十一月的时候，我从彰化要去西湖，是半夜的时候啊，搭着那个拖拉库啊，大卡车啊，那个时候很乱了，路上也没有路灯了，没有电灯了，不过有一点点月亮啊，少少看着路看到。我刚刚下雨过了，这个路转弯的地方前面就是一个大水池，这个水到这个路面，水跟路面呢是平的，看不出是路是谁啊。我就站在这个大河车上面，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修行啊，不懂修行啊啊。我的大河车一直往前走，我就心里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我好像前面是水啊，很危险呐、啊。我马上说，哎，停，前面有水。这个司机一听到我的话，他吓了一跳啊，就停下来看了、啊、这个前轮已经到这个水边了，下面就是这个水塘的很深的地方，假如再一秒钟就下去了，那就要假醉了哦。哎，他说你为什么知道啊，这水跟路都平起来，为什么知道？我说我也不知道，就是凭我的感觉好像有这么一回事。然后他把苦哦退往后退，然后再往左边拐，然后才免了这个灾难啊。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应呢？这是敏感敏应，我也没有念，我也没有修啊，这根本上谈不上感呢 啊。那菩萨为什么把我救起来啊，当时没有叫回去喝水啊，留到今天讲经嘛啊。假如我那个时候十八岁就吃水了，还有今天吗？老早就没了啊。所以这是我亲身的经验啊。光复哪一年？民国34年，我在背回18岁年啊。那个时候如果真的下水了，那还晚了嘛啊。所以很奇怪了，这就是菩萨的感应了。我只有归功于菩萨，如果不是菩萨救我，哪里还有今天呢啊。所以我一直到今天，不是那个时候开始，那个时候不懂了啊，后来我懂得菩萨的感应了，我学佛了，好好的用功了，讲普门品之后，我把普门品背起来啊，那么经常都是这样子啊，不要忘掉这个菩萨的大恩。嗯，那么这种的敏感敏应，您明明是很危险的，有生命危险，可是没有碰到啊，可是过去了，这就是敏感中有敏应，不可思议的感应哦。这菩萨把我救起来，留到今天讲经，这个事情不止一次了，好多了，以后慢慢再讲吧。嗯，这是感应有四种，那您明白这个道理，后边讲的哈，你就可以了解啊，关于这个菩萨感应的情况啊。那么这是总大的后边讲到这个感应四种啊，接下去讲别大啊，讲别大，别大里面有科判啊，第一。越口越积明应，越意越积明应，第三越身越积明应，越口越的根基，积是指众生啊，众生能感之根基呢啊，口越持名嘛，念观世音菩萨啊，后边接着就说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名者啊，后边说称其名号。等等，这都是要念菩萨的圣号，口称名，因为口称名称菩萨的名号得到感应，所以叫做越口越积明应啊。众生口持菩萨的圣号啊，这个口越清净的功德感应到菩萨来救度啊，应是菩萨的这个应化来度化你，使你离苦得乐啊。
这个骊山毒是因为从内心意业诚恳才能断烦恼，所以叫做意业机。满二求是越礼拜，所以叫做越深业机。越口业的根基说明感应啊，有两段，第一免亲难，第二解叹。亲难说完了，后边就总结前文，总结赞叹的文字，所以有解叹。这个亲难当中，第一就是火难，碰到火灾了，碰到火灾的时候念观世音菩萨的感应。经文说，若有此事观世音菩萨明者，摄入大火，火不能烧，由是菩萨为神力故，这一段免火难，碰到火难的灾难，由持念观世音菩萨得到免离这个火的灾难。解释这个亲难啊，约三种道理来说明。第一，约四项的解释，就是按照文字消文释义了啊，就是消文啊。第二，引四证，这都有实际感应的证明啊啊，引这个事实来证明，引四证。第三，越观是越修观的方式啊，越观啊来解释这个意义。观是跟理是不一样，理只是一种理论而已啊，观是越修行得到的殊胜的感应啊，那么里面的道理包含四理啊，所以越观是啊，后边七难都越这三种意义来解释。第一，约四项的解释，这个文字容易了解啊。若有持是观世音菩萨明者，如果有人受持就是持念了，持念观世音菩萨，无论你修观称名啊，持念观世音菩萨的名号的人啊，这里注重在持名，受持观世音菩萨的圣号。摄入大火，火不能烧，摄假定的意思，假定你碰到大火的时候啊，周围的火在烧了，你没有办法跑掉了，很危险了。可是因为你持念观世音菩萨的缘故啊，得到感应呐，火不会烧到你，使你得到平安啊。为什么有这么好的好处啊？由是菩萨为神力故，因为因由是由这个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的伟大神通的力量来加倍的缘故啊，所以使这个人碰到火灾而不知遭到这个灾难的苦恼。那么这是越四事。如果这样的解释啊，很容易，一本普门品啊，一个小时都可以讲完啊。下面第二，引四证，引证这个事实的证明。自从姚琴时代，鸠摩罗什三藏法师把这个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也就是整部的法华经翻译出来之后，到了北凉，祖居蒙逊啊，因为病痛的缘故啊，谭无谦三藏法师教他受持观音经，就是叫他念观世音菩萨的这个普门品。普门品在那个时候就叫做观音经啊。那么从这个祖居蒙逊是北凉王受持普门品得到免除这个病苦的灾难之后啊，这个单一品的普门品就流通出来了啊。这个法华经二十八品四要品当中最流通的就是一本普门品。那么从此之后，这个普门品就是在当时称为观音经，到处都有人持诵啊。那么从此流通出来之后啊，这个由受持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而得到感应，或者是念菩萨圣号的得到感应啊，碰到火灾得到免难的多得不得了，这感应四经里面的记载很多很多的，现在不能一一据说，举出一个最显明感应最大最能感动人的来说。民国十一年日本发生大震灾，那一次的日本的东京一带的大震灾非常严重啊，那么死了几十万人啊，
那么因为赈灾发生的这个火灾啊，东京一带火烧得很厉害，有一个区就是浅草区，这个地方有一个公园，公园里面有很大的水池啊，那么公园里啊有一个草房子啊，木房子，木造的房子了啊，木造的房子的观音菩萨供观世音菩萨的观音亭，里面供了一尊观世音菩萨像，只有三间的木造房子啊，很小啊，只有三间木造房子，周围都在烧啊，那么那些很多人呢、啊、都没有地方跑啊，据说当时有30,000多人呢、啊。都跑到这个观音亭的这个木造房子里，挤在里面，挤在外边，挤在屋顶上，周围有30,000多人，那个地方没有地方跑啊，那个很苦恼了，很危险了啊、因为周围都火在烧嘛，那么这30,000多人呢、啊、就抱在这个观音亭的这个周围啊，大家大声的念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大家在念观世音菩萨，据说当时那个火烧烧的那个水池啊啊、水都烧干了，公园里面的水池水都烧干了啊、很奇怪的就是这个火只烧到周围，观音亭的这个30,000多人的这个满满的地方啊，火没有烧到那个地方，等到火熄了，止息了，这个灾难止息了啊，火熄了之后，这个30,000多人得救啊，大家都是在持念观世音菩萨，这个木造房子不会被烧，而且救了30,000多人，啊、你看这个感应有多大，真是不可思议，不是人的脑筋所能想象的，这是最大最大的火灾的感应啊。那么只是因为这个由地震而发生的大火灾，大家围在观音亭里面供了一尊观世音菩萨，大家拼劳命的念观世音菩萨。那个时候除掉求菩萨加倍之外啊，剩下的只有死路一条啊，只有死路一条。念观世音菩萨，如果火继续来烧，也是照样没有命啊。可是很奇怪的，周围的火就烧到达他的前面为止，这个30,000多人通通得救，都没有受伤。而保存那个木造的房子啊，后来就保存起来。那么这是最大最大的感应。日本那个地方，这个观世音菩萨法门很流通。很普遍，也有这个感应的原因了、啊。这就是火灾，碰到火灾的时候得到广大的感应啊、因为观世音菩萨的感应不可思议啊。他在楞严经里面说，他在观世音佛面前啊、修耳根三脉，得到耳根圆通啊、那么因此他上合十方诸佛本妙觉心啊、以佛如来同一慈力。所以他的慈心能于一切众生多，所以有32应，下合十方一切众生，一切六道的众生与诸众生同一悲凉，众生要求离苦的大悲心，菩萨的大悲心要使众生离苦，使众生的仰慕不知空乐，所以菩萨有14无畏，在这个楞严经里面，耳根圆通章里面说这个32应14无畏，那么这普门品里面先讲这个14无畏的免七难离三毒满二求，后边才讲这个32应。那么这是火灾的感应，火灾的感应是很多的，这个深入大火，火不能烧啊，有很奇特的事迹。自从这个普门品流通出来的时候，有一个姓竹的竹长树，他平常啊家里供养观世音菩萨，受持普门品，念菩萨的圣号。那么有一天呢、啊，这个左右邻居都碰到火灾，火都在烧，他看这个左右火都在烧啊，也没有路好走，他就跪在菩萨像前呢、啊，拼老命的念观世音菩萨。很奇怪的，火烧到他的家左右前后，火就停下来了，就止息了，不再烧了，只留下他那一个家。那么这个大家觉得很奇怪啊，这个人有什么力量啊，能够使他的家保存住不被火烧啊？大家去问他，他说我没有，
我就是至诚恭敬念观世音菩萨。大家有些人不大相信啊，有这么大的感应吗？有些村子里面的这个年轻人呐、要测验呐、去测验看，半夜啊拿一把火从他的家里后边就烧起来，啊，想来试试看，看观世音菩萨是不是真的会感应啊、半夜他也不知道，他也没念观世音菩萨，他正在睡觉的时候，就放一把火啊在后边就烧了，可是很奇怪的，这个火呀、一到他的家里呀、都灭掉了，都止息了，烧不起来。这样子不止烧一次，那个青年呢、烧了三次都没有着火啊。后来自己到他的家里去拜菩萨忏悔，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可是你可不能这样玩哦，你可不能这样玩。如果真的烧起来啊，不得了啊！现在人很可怕呀、动不动就放火烧人，放火烧家，这很可怕。可是现在人并没有持观世音菩萨，这一烧就烧起来了，甚至把老命都丢掉了，很可怕的。所以这个火灾，假如你平常有受持观世音菩萨，感应是不可思议。那么当然这也配合你过去世啊，以菩萨的因缘，有种下深厚的善根啊、你过去有得到这种感应的这个因缘。那么现在碰到灾难，那必定就能免火啊！所以火灾能够使你免难啊、这是引四项上的证明。下面我们讲第三，叫做越观师、越修观的道理啊，来解释这个火灾。越观师，火有三类，有三类。第一，果报火，由众生造业，起烦恼造业而成的这个结成的这个果报火。果报火，火烧初禅，欲界一直到色界天的初禅天，火都会烧到啊。第二是恶业火，那造恶业比火啊，那个恶业火通三界，三界里面都有恶业火。因为造恶业就拿火来比，好像火在烧。第三是烦恼火，烦恼火通三圣，三圣根性众生，没有超出三界之前都有烦恼，烦恼没断就是有烦恼火啊、那么越这三种解释，先说第一，果报火，三界六道里面的众生欲界有火灾，一直到色界初禅天啊、世界交到坏界的时候啊，火烧初禅，世界交到坏界啊。我们现在住界有二十小界，这个住界二十小界满了，后边就交到坏界。坏界啊，第一次是火来烧，火烧欲界，一直烧到世界初禅天，初禅大梵天呢、都会烧掉。火烧初禅，水浸二禅啊，风吹三禅。三禅以下都还有水火风三灾，火灾果冒火烧到初禅，那么在这个六道当中啊，地狱火很多啊，火坑、火山、火山、火城，到处都是火。地狱里面除掉贴、铜、恶兽，剩下的就是火，都是火在烧。这地狱啊，热地狱通通是火。那么所以地狱里面遍满是火，这就不用说了。第二，恶鬼道，恶鬼道啊，恶鬼也是火。哎，你看这个恶鬼肚子饿啊，饿的这个发出火焰来，嘴里吐出这个火焰。你看这个浇面大师啊，人家这个做醉酒啊哈啊，或者是换打水路也有啊啊。那个浇面大师那个舌头好像看起来好像舌头长长的一淋一淋的，那是火啊，火焰啊，不是舌头，是火。他肚子饿饿的发火了，火从嘴里出来，所以你哪吃的东西给他，他到嘴里被他的火烧坏了，烧焦了，不能吃啊。所以恶鬼口吐火焰啊，甚至全身都会发火燃烧啊，恶鬼有火的苦难。畜生也有火烧，哎，你看现在人吃烤肉，哎，烤什么呀？烤畜生道众生呐、啊，啊，烤猪啊，烤鸡呀、啊，啊，可怕呀、啊，哎，这个烤就烧啊，
火焚烧，所以这个畜生道被火烧、被汤煮，这都是火灾。第一恶鬼畜生三恶道免不了火，阿修罗，阿修罗照样有火啊。因为阿修罗他这个嗔恨心动起来啊，那就是火啊，所以阿修罗照样有火，人道的众生的火不用说了啊，世间上被火烧的啊，火灾出现的，这经常都会发生啊，所以人道的火灾也是常有。天上火烧畜产，刚才说过的火烧畜产，这是果报火，因为众生造恶业，所以有这一种的恶的果报啊，遭受的这个果报火。第二讲恶业火，恶业火通三界。凡是能够破坏善业的，凡是能使众生堕落的，都叫做火，都可以拿火来比。所以佛经里面呢，众生的嗔恨心拿火来比，众生的贪欲心拿火来比，众生的忧愁心拿火来比。先说这个嗔恨的火，这个寒山大师有这么一首诗吗？嗔是心中火呀，能烧功德林，欲行菩萨道，染入复嗔心。这是寒山所作的诗，嗔恨心就是心中的一把火，能烧功德林。你辛辛苦苦修的功德如林啊，好像树木的林。一个嗔恨心的火呀，一把火就烧光了。嗔是心中火呀，能烧功德林啊，欲行菩萨道，染入复嗔心。你不修行就没话讲了，要修行要注意内心的嗔恨的火啊。这个嗔恨的火脾气一发起来，功德林都被他烧光了。我就是这样子修不成啊，原因何在啊？修了一点点，火又来了，一烧光了，重新再修，修了一部分，哎，火又来了，一烧又光了，到了今天还是依然故我。原因在哪里？经常发嗔恨火，嗔恨火一来，功德烧光了。所以经里面说，烧诸善根呐、无过嗔恚，烧害众生的善根的，没有超过嗔恨心。嗔恨心是最可怕的，所以《华严经》普贤行品，不是普贤行愿品啊，不要搞错了。《华严经》八十华严里面有一品叫做普贤行品啊，这一品经里面呢，就是说啊，菩萨观察所有的过犯呢，没有比这个嗔恨心的过犯更大的，因为动一念嗔恨心啊，百万障门都开了。所以平常流传这么一句话，一念嗔心起呀，百万障门开。经里面说，不见佛障，不闻法障，不成菩提障，什么障都来了，百万障门开，八万四千的障碍的障门都开了。所以嗔恨心一动，什么障门都开。所以嗔恨就是火，大家知道吗？平常我们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要发脾气了，我要灌火了，我要灌火了，灌火，做什么灌火啊？灌火就是发嗔恨心，发脾气叫做灌火了啊！我要他又冒火嘛，内心啊火又冒出来，我要灌火了，又发脾气了，灌火了，我们客家话也有一句啊，他又发火了，他发脾气了，火寒超过，火寒超过。他的佛就烧起来了，就烧他自己了，这烧不是烧别人，烧自己啊。火炉，我气散了，只要你太胖了就气散了哦，要减肥也是一个办法了，不过不能用这个办法，很危险。一生气呀、会瘦的啊，不但会瘦啊，还会减少寿命啊。这个我气散了，气个饼欧气哦，他一生气脸都黑了。为什么黑啊？被火烧黑了啊！你一生气啊，这个火一烧就把你的脸烧黑了啊！气散哦，气乌哟，气面乌啊，面都气乌去哦，
原因在哪里？就是这个火一烧，脸都烧黑了，可怕呀！你平常是要注意啊，看你的火有没有烧起来啊，脸会不会被烧黑啊？那么因此之故，这个嗔恨心把它比火，佛经里面用火来比嗔恨心的，可以说随便可以找到，很容易见到啊。众生别的众生我们不问了、只是说我们人道众生，我们人道众生哪一个没有嗔恨心啊？动不动嗔恨心就发起来了，所以这个嗔恨心很严重的。后边呢还有啊，立三读里面可以再讲啊。所以拿火来比嗔恨心，或者是拿贪欲欲乐，拿贪欲来比嗔恨心。这个贪欲比嗔恨心啊，记载在大智度论。大智度论里面有这么一则故事，有一个人，印度古代有这么一个人，叫做素婆切，素住宿的素，素婆切。素婆切这个人呢、私欲不得，他想要这个贪欲啊，要淫欲，私不得，不得因此啊，他的内心发出火来烧他自己啊。这个大智度论里面有这么一个记载，说素婆切被欲火所烧，被这个欲火所烧，所以因此之故，贪欲也拿来比火，拿火来比贪欲啊。众生的贪欲心，贪着世间五欲也是火啊，五欲之火啊，燃烧众生。还有根据金光明经，金光明经里面说忧愁也是火啊，或者是你倒回啊，几火上倒掉了哦，那你这忧愁啦，忧愁啊，哦，我怎么几十万呢、一下子就完蛋了哦，这忧愁也是火。所以金光明经说忧愁甚火，今来烧我，正在忧愁的时候好像火在烧，忧愁很苦啊，你一愁起来也不能吃不能睡啊，那就跟火烧还不是一样吗啊。所以这个烦恼的火呀，这种的业啊，恶业火烧众生很可怕，这就是烦恼种子升起现行，叫做恶业火啊。第三，烦恼火就是指这个烦恼的种子啊，内心的烦恼种子。按照天台家说，众生的烦恼不出三祸：见思祸、尘沙祸、无明祸，这通通都是火，会烧众生的菩提种子，菩提种子都被这些烦恼火烧光。所以要消灭这个见思尘沙无明的三祸的烦恼之火啊。那么内心有烦恼就是火，尘沙无明且不说，我们是凡夫，见思烦恼充满，见祸八十八十，思祸八十一品，人人都有，总合起来就是十死烦恼，贪嗔痴慢疑啊，这是五种顿时根本烦恼。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借境取见，这个叫做五力时，总合起来叫做邪见。贪嗔痴慢疑见啊，这个叫做六种根本烦恼，分开来就是十时、五顿时、五力时烦恼。再详细分类就是见惑八十八时、思惑八十一品。再详细说就是八万四千尘劳烦恼，八万四千尘劳烦恼通通包含在里面。众生内心有烦恼种子，这个烦恼种子随时都会升起现行，很可怕的，随时都会升起现行。所以修行学佛修行就是照顾自心，照顾你的内心啊，看您的这个见思烦恼会不会升起来，有没有升起来，时时照顾自己的心。所以禅宗有木牛土啊，把这个内心你照顾它，好像照顾牛一样啊，把这个牛鼻的绳子拉得紧紧的，很注意它。如果它偷吃人家的东西，马上把它把绳子一拉，把它拉回来。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心里有烦恼啊，动了烦恼，要造业，烦恼种子升起现行了，要造业，赶快把它拉起来，把它切断，
所以古德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烦恼业力的种子要升起现行，随时都会升起现行的，就是怕你觉悟太迟了，没有发现它升起现行，让它随烦恼而去造了很多的罪业，那将来必定要受报，有因必定有果啊！所以平常照顾自心，守护根门，用意就是要使这个烦恼种子不让它升起烦恼，不让它升起现行。第一步啊，先压伏烦恼，叫做伏惑，使这个迷惑的烦恼不让它升起来啊，先做这种功夫，好像用石头啊把这个草根压住不让它升起来一样，慢慢把这个烦恼种子断掉，这样才能超出三界。所以只要你内心没有火，外边的火不必怕它，内心没有烦恼火，外面的火不必怕。唐朝初年有一位法师叫做林润啊，灵感的林啊，润滋润的润啊，这个林润法师啊，他的修持相当殊胜，相当好的啊。他在唐朝初年呢，贞观年间，贞观八年啊，这个唐太宗请他住在这个弘福寺啊，他是很有修行的人，也是很有学问的人，在议场里曾当过正义的这个义师啊，所以他的文字也相当是好啊，当时是有名的林润法师，他很刚直啊，皇帝他也不怕啊。有一个出家人得罪了皇帝唐太宗啊，那么这个皇帝一气之下呀，就命令这个出家人叫他反俗了，不让他出家。那个时候出家很高贵的，要考试啊。那么如果得罪了皇帝，皇帝叫你反俗，你就不能住在寺庙里啊。可是这个人并没有什么多大过错，只是得罪皇帝啊，硬是要他反俗啊是没有道理。那么因此林润法师啊，他力争啊，向唐太宗面前力争，他说这个人没有过错，你不应该叫他反俗，不能因为得罪你就叫他反俗，这个没有道理。这个皇帝能得罪吗？你想想这个古代的这个皇帝帝制之下，他能得罪吗？皇帝一怒之下就叫这个林润啊，你不能住这里，你走吧啊，就把他赶到这个南方去。林润在狂野中行啊，但有一些跟住他学这个学的这个学生呢、啊、跟住他走。狂野就是这个山上啊，周围都是草，没有人住的地方，在哪走啊，甚至在走的时候啊，突然之间这个野烧啊，两边火烧起来。两边火都烧起来了，跟随他的学生都跑了。哦，危险危险，都不走啊，会被烧死啊。那么林润法师说，心里没有火呀，他怎么能够烧我呀？火就在心啊，心如果有火，跑也跑不掉，心如果没有火，他烧不到我。那么他还是安步当车的一步一步的慢慢走，不理他可是很奇怪的，火烧到他面前就止息了，火烧到林润法师面前火就止息了。为什么会止息啊？心里没有火啊，因为林润法师他自己说，心里有火跑也跑不掉，跑照样要烧啊，心里没有火他烧不到我，我没有火嘛，我这里没有火的种子他怎么会烧我啊。所以林润法师他还是很威仪的，一步一步不损失他的出家人的四威仪，规规矩矩一步一步的走可是火在烧的时候，狂野的火，周围都是芦苇啊草啊干草啊，就烧得很厉害的，可是烧到他的面前火就止息了，就不会烧起来。可见这个火呀最重要，记得啊，最重要先止息内心之火，先把内心的火先把它消除。假如你内心有火而望外边的火不烧你，难移灾，就比较难讲了哈、哦，那就比较难讲了。万一你遭到火烧，你不能怪谁呀、啊？怪你内心有火，内心的火不能止息，你要想外边的火不烧你，有多难啊？因为你修观世音菩萨法门，必定你内心有大悲，有大悲心，大悲心像水呀、啊，大悲水火来水掩，那兵来将挡啊，
火来水掩啊，火来了水掩下去，火就灭了啊，兵来将挡啊，这个是一定的道理，火来了就用水一泼，火就灭掉了。而如果你自己内心里面火蛮大的，内心的火很烧得很厉害的，那你往外边的火不烧你，因为你内心的火自然引这个外边的火来烧啊，内功外应啊，啊，假神偷外鬼哈，你里面有鬼嘛，当然因外边的鬼就跑进来，你里面有火嘛，当然就把外边的火引进来了，很可怕的啊。万一有人持观世音菩萨没有得到感应，原因就是他内心的火没有熄灭啊，内心的火没有熄灭，业力很强，道力抵不过业力，结果呀，心水不安静，肝肮脏没去掉，所以结果呀，火就被烧到了。不过总之呢，你如果能够如法修持观世音菩萨的法门，大难化小，小难化无，是有可能的。第一，要你相信，深信，信是第一。假如你不相信，或者是以试验的心情，我试试看，试试看，去看买的，我帮念啦，去看买的，看呢有效不？危险，危险！那个去看买，试试看，吃看那哎，不得了！这个念头就是引火的念头，那就会引火来，因为你根本没有信心嘛，你去看买嘛。气化奶，头发可以试火吗？头发可以试火吗？有头发的，你试试用火点点看，头发能试火吗？不能试验，用试验不行。如果你以试试看的心情念观世音菩萨，试试看的心情持普门品，得不到感应，不能怪菩萨，也不能怪谁，怪你自己那个试试看的心理。那个试试看的心理就是要不得啊。现代人呢、啊、有许多他不相信这一套啊，那么那就是因为他不相信嘛，当然就也就得不到感应啊。如果你真正至诚心，没有不感应的啊，这就所谓火有这三类啊，果报火啊，一直烧到初堪，恶业火通三界，三界之内都有恶业火，因为造恶业就超不出三界。烦恼火通三圣，声闻缘觉菩萨还没有超出三界之前都有烦恼火，所以以断烦恼为根本，烦恼火熄灭了，外边的火自然就烧不到你了。所以这就是火难啊、要免除火难，必定要从内心的火先把它熄灭掉，那么外边的火也就烧不到你，如灵润菩萨、灵润大师啊。第二，水难，遭到水难。经文说，若为大水所漂，称其名号，即得浅出。先曰四事，曰四项的解释，文字也是容易了解。若假定，万一。如果你被大水所漂流走了，很危险啊、嗯！称观世音菩萨的名号，随时就得到浅处，潜水的地方就不会被淹死了啊、嗯！火为什么不叫做浅处，而水叫做浅处啊？因为星星之火也能燎原呐、啊，一点点火也会把你烧得很厉害。水呢，潜水就不会淹死啊。啊、浅浅的水就不会淹死啊，所以因此之故水啊，那么碰到水难的时候，只要你自诚念观世音菩萨，就能够免除这个水难啊。水的灾难的感应也是相当之多，跟火难的感应啊，这个可以说是平等习惯一样的，一样的大，一样的多啊。水难的感应也是相当之多。那么关于这个水难的感应事迹啊，这个隐士证啊，我根据我亲耳听到啊、我民国37年亲近慈航老法师，这是慈航菩萨、慈航法师他自己亲自讲的啊、而且是在上课的时候讲的啊、他说他有一个别名叫做菩提，或者叫做普门子啊、而且他平常是念观世音菩萨，他念观世音菩萨
有人说他往生之后啊，可能升到兜率天，不尽然，因为他这个遗嘱里面叫人念观世音菩萨。他为什么念观世音菩萨呀？他有菩萨救他，否则他也没有命。原因在哪里呀？他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啊，曾这个到了这个印度，印度人呢、啊、因为天气热，这个洗澡啊都是用冷水的，这个外边的水池啊，浴池里面洗的，而这个浴池的水并不清啊，看不出这个里面的情况。那么因为天气太热，他也想到这个浴池里面泡泡水呀、啊、泡凉啊，他不知道他这个一级一级下去啊，没有几级下就是很深的水，他自己一个人跑去泡水。那么走了几级之后，他因为下面还有一级，一跳结果就整个人泡下去了。那个水啊，据说有一丈几尺，几尺深，两个人深呐、啊，那么深的水，他一掉下去啊，他又不会游泳，他没有学过游泳啊、那么因此他必定是危险的。这个时候他只想到观世音菩萨，一方面水一直喝进去了，一方面是心里赶快念南无观世音菩萨，正在念得迷迷糊糊，已经好像自己好像死掉的那种样子，好像休克了。突然之间呢，就是有一个人呢、啊、穿白衣服，把他的这个左手一拉，就拉到这个阶级上面呢、啊，就记得浅处，鼻子没有碰到水，身体还泡在水里。停在那边呢，一会儿他自己清醒过来了。这个时候大家跟他一道去的人也找出来了，哎，跑到哪里去啊？大家就恐怕他不会有水灾的危险啊、那么正看到他躺在这个水池边把他拉起来，问他那你们为什么在这里啊？他说了这个经过的情况掉到水里去明明是有生命危险，可是他正在念观世音菩萨，心里念观世音菩萨，那么就看到好像看到那么有个人把他的手一拉就上到岸上那么身体还泡在水里，那么只是鼻子没有泡到水。这样子等到他清醒过来，大家也找到了那么才知道这是菩萨来救他假如不是观世音菩萨救他，就没有命了。从此之后他就发愿专念观世音菩萨，学习大悲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心所以他要做不请自由啊，到处讲经说法，做弘法利生的事业那么一直从南洋到台湾那么民国37年在中立圆光寺办学，请他当院长我在那读书这37年农历的10月初2开学。那么在学习上课的时候啊，老法师亲自讲出来的，这是实际的故事那么他念观世音菩萨的原因也是从这个地方来的，所以可见呢，这个念观世音菩萨免水灾这实实在在有这个可能，这是因事证这个月冠师啊，水难的冠师，我们留下次讲讲。
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以宣扬佛陀正法、培育优秀僧才、积极社会公益为旨志。二十多年来，借由各项法务推广宣扬佛法慈悲智慧，如全省各中心的成立，让信众有学习佛法的道场，实践了弘扬佛法教育的功能性。尤其印证佛经法宝结缘，让大众接触佛法，明白因果业报观念，才能断恶修善，改善命运。所有的方便法门都是为了引导现代人认识佛教，学习佛法，才能离苦得乐。这是慈悲置业的长期以来的使命。为了护持佛法永续，利益更多众生，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邀您继续护持，共同推动慈悲置业的各项会务，让佛法甘露遍洒各地，润泽群生。护持邮局划拨账号50444468，50444468，户名财团法人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总管理处，地址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传真03989-8787，03989-8787。切勿杀生祭祀。在浙江钱塘这个地方，有一位姓金的居士，是位自律严谨的佛教徒，他常年素食、戒杀、放生、护生，非常虔诚。金先生，您又来这里放生鱼儿啊？是啊，每次我看到鱼儿被捕就感到心痛，一定要看到他们回到水里游来游去才会开心。金先生，你可真是菩萨心肠啊。刚才那位金先生是佛弟子吗？是啊，这位金先生学佛有段时间了，他可是非常虔诚的，一直吃素戒杀，我想他一定能修成正果的。是啊，像他这么虔诚的学佛修行，一定会感得善果。哎呦，老公，你回来了。是啊。哎呀，你从哪里弄来这条鱼啊？我刚从鱼市场买回来的。你不知道吗？儿子媳妇今天中午要回家吃饭，我总不能让他们俩也跟着你吃素吧？你不会是要把这条鱼杀了做菜给儿子媳妇吃吧？是啊，不然呢？阿弥陀佛，万万不可啊！喂，你这是要做什么啊？你要知道，杀生可是很严重的恶业。我虔诚学佛这么多年，怎么能让你杀生呢？你吃素戒杀是你的事，杀鱼是我的事，就算有罪，也是由我来担着。你呀，大错特错。眼看着生灵被杀，我却视而不见，那也是罪。我绝不会让你把这条鱼杀掉的。老公，老公，你要抓这条鱼去哪儿？我要把它带到河边放生了。唉，真是说不动他。因为金先生的执着，金太太只能为儿子和媳妇做一桌素菜。唉，今天我本来准备了好几道荤菜，可是你们也知道，你爸他是佛教徒，不让我做荤菜，还把我买来的鱼抓到河边放生了。爸，现在生活好了，你何必每天都粗茶淡饭，不吃荤腥，跟自己过不去呢？是啊，现在生活是好过点了，但如果我们因此而大吃大喝，奢侈挥霍，好事就会变成了坏事。贫寒人家粗茶淡饭，安分守己，虽无得意之事，
却也一生平安，善始善终，这也是可以算上一件好事的。其实素菜也蛮好的，我们快吃饭吧。几年后，金先生寿终正寝。金太太因思念丈夫，于是便把他的遗像放在家中，每天焚香祭祀。老公啊，你在那里过得还好吗？妈，你今天也累了，还是早点休息去吧。嗯，好的。金先生死后没多久，某天晚上，金太太做了一个梦，梦到金先生出现在她的面前。老婆，老婆啊。啊，这不是老公的声音吗？老公，你在哪里呀？老公，你回来了，你在那边还好吗？虽然我平日里精进修行，可惜福德因缘不够，没有往生净土，但现在在阴间也很快乐，来去都很自由。那就好，那就好。你今后一定要多做善事，放生度生，只有这样才能积下善业，以后就算无法往生净土，即便是在阴间也能来去自由。第二天早上，金太太就把昨晚的梦向儿子和媳妇说了一番。事情就是这样，这个梦感觉特别真实，似乎你父亲昨晚真的来找过我，并告诉我说他在那边过得很好。妈，你一定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可能太过想念父亲，所以才会做这样的梦。是啊，妈，您这是太想爸爸了。可是这个梦感觉实在太真实了。要不我们今天祭拜一下父亲吧。嗯，好吧。于是金太太和儿子媳妇在金先生的遗像前供上了一些水果，他的儿子还买了一只鸡来祭祀金先生。儿子，你这是从哪里买来的鸡呀？我刚出去买的。你怎么能买鸡呀？你父亲生前一直很认真地学佛修行，从来都不杀生，你若是买鸡来祭拜他，他一定会生气的。他怎么会生气呢？你看人家祭祀先人都有鸡有肉的，我们若只用这几样水果，那老爸才会生气呢。嗯，那好吧。当天晚上，金太太又梦到了金先生。老公，老公，你回来了。我对你说过的话，你竟然丝毫没有记住啊。啊，怎么了？什么事让你这么生气呢？你今天为什么要买鸡来祭拜我？如此造业，使得今天已经有人来监视我，我已经不像从前那么自由了。啊，怎么会这样呢？我早就跟你说过，杀生罪业深重，杀生祭祀是会连累到死者的。可是有很多人都用鸡鸭鱼肉来祭祀先人啊。哎，是啊，世上是有人杀猪杀羊来祭祀祖先，甚至还洋洋得意，以为如此就是光宗耀祖。但是祖先此时果能享受一块肉吗？结果只是杀生害命，牵连祖先，死者若有知，必定捶胸顿足于九泉之下，反而不如贫寒人家用蔬果祭祀了表诚意为好。嗯，好的，我明白了。